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，我是老杨。最近呢，大家看到苹果手机15像一个大家闺秀一样，终于千时万唤始出来，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评论。大多数人认为啊，苹果手机15相对于14来讲没有太大的技术升级。其中与前代产品最大的不同是，苹果15终于放弃了 Lightning 接口，而采用了 Type-C 接口。Type-C 接口呢，是一种通用的 USB 接口标准，它可以用于连接各种设备，包括手机、平板电脑、计算机、外部硬盘等。它的特点是可逆的插拔，也就是说不论插入的方向如何都可以正确连接。这种接口还支持高速数据传输和充电功能。据说啊，欧洲联盟推动了一项计划，要求在2024年以后，所有移动设备要想在欧洲市场出售的话，必须采用统一的充电接口。这主要是为了减少电子垃圾，并提高设备的可持续性。这个计划被广泛称为单一充电接口计划，而 USB Type-C 呢接口是一个主要的候选标准，因为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采用，并具有可逆插拔、高速数据传输和支持多种设备的特点。虽然 USB Type-C 接口有许多优点，当然了，聊一聊这些优点和缺点。首先，优点有哪些呢？第一，可逆性的插拔，也就是 Type-C 插头呢，可以无论插入的方向都能够正确连接，这使得连接更加方便，你不需要考虑到怎么去插。第二，高速数据传输， Type-C 接口支持高速数据传输，包括 USB 3.1 和 Thunderbolt 3标准，可以实现快速的文件传输和外部设备连接。第三，充电功能， Type-C 不仅用于数据传输，同时还支持快速充电，可以为设备提供更高的功率。第四，支持多种功能， Type-C 不仅可以用于数据传输和充电，还可以支持视频传输、音频传输和其他功能。第五，更小巧的插头， Type-C 插头相对于较小，这意味着制造商可以设计更薄更轻的设备。第六，广泛采用 USB Type-C 呢，已经成为许多新设备的标准接口，包括大多数的安卓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笔记本电脑、外部硬盘和一些设备，因此易于找到兼容的电缆和配饰器，它也用于许多其他厂家的产品。那么当然它的缺点是什么？缺点包括第一，过渡期的问题。由于过去使用不同接口的设备仍然存在，一些用户可能需要使用配饰器来连接老款设备。第二，兼容性问题，虽然 Type-C 是一个标准，但不同设备制造商可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，可能导致兼容性的问题。第三，价格， Type-C 相对于一些旧的 USB 标准的电缆和配饰器可能更加昂贵。总的来说， USB Type-C 呢接口的优点远远超过了缺点，特别是在移动设备和新款计算机上广泛采用的情况下。然而在过渡期内，一些用户可能需要考虑兼容性和成本的因素。那么 USB Type-C 和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是两种不同的连接标准，各自具有一些特点和优势。以下呢，咱们给大家比较一些 USB Type-C 和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之间的一些主要的技术参数和对比。首先，连接类型， USB Type-C 使用一种标准的24引脚的连接器，其中包括12个用于数据传输和充电的引脚，还有12个用于附加功能的引脚。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呢，是苹果公司专有的8引脚的连接器，被用于 iPhone、iPad、iPod 等苹果设备。第二，可逆性，Type-C 的插头呢，可以逆向插入，无论插入的方向如何都可以正确连接。Lightning 接口也是可逆的，无需关心插入的方向。第三，数据传送速度， Type-C 支持多种数据传输速度，包括 USB 2.0、 USB 3.1 Generation 1传输速度达到 5GB， 另外 USB 3.1 Generation 2可以传输速度达到 10GB， 还有呢，可以支持 Thunderbolt 3传输速度可以达到 40GB， 所以说它的传输速度呢是非常非常快的。那么目前为止呢，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只支持 USB 2.0 的数据传输速度，最高可以达 400MB， 所以说在传输速度上面来讲，这两种接口呢还是差别比较大的。第四，充电能力， Type-C 呢可以提供高功率充电，最高可以达100瓦，支持快速充电和充电传输数据。那么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呢，也可以用于充电，并支持高功率充电，但最大功率决定于具体设备和充电器。
第五，多功能性。 Type-C 环支持视频输出，包括 DisplayPort 和 HDMI 配饰器，一输出和以太网连接等附加功能。那么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呢，兼容性也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呢，它虽然是专用接口，但是苹果提供了各种配饰器，当然你要花钱去买了，以支持连接到不同类型的设备，包括呢 HDMI 输出，还有 USB 和音频设备等等。总的来说呢， USB Type-C 的跨设备兼容性和广泛采用方面有具有优势，而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专为苹果设备设计，通常在苹果产品上表现出色，用户的选择通常受到他们适用的设备和生态系统的影响。若要连接不同品牌的设备， USB Type-C 更具有优势，但若只使用苹果设备，那么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仍然是一个稳定的选择。当然了，自从苹果手机15上个礼拜发布以后呢，苹果粉丝呢也可能逐逐渐渐的会转向 US Type-C 的这种接口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得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